学长翘课被逮到。拍一下，我们现在坐公车。应该说我们现在等公车啊，准备要去桃园龟山的新路国小进行友谊赛。本来这个友谊赛哈要取消了，因为天气都一直不是太好。没想到今天突然又下雨了。好，现在来看一下今天参加友谊赛的阵容有哪些。打汉、保尔、尼亚、跟世杰、李连、跟阿炳斌、小苏打、陈梅、傻顾。傻顾今天在走秀，被我换掉，立刻换掉。麦坤、陈斌、老大哥。好，刚才漏掉一个阿拉雷，好，那在负责放空车来的没？阿里尿尿。错过了一班公车，第二班就到了。好，前面已经别的学校游览车已经到了。是哦。哎，看到那边。结果不是，结果是给他领的。你看哦，每次出来比赛哦，每次出来比赛，小朋友都会得一种病，得什么病？就是路是他家开的病。永远都走在路中间。莫名其妙，反应真的。不要你回来，阿里外场。不太够。差一点了 ，OK 了，看。记得自用提几个了，没关系，记得。这一颗会，反正是那一颗好，避免受伤。没有啊，好，我们已经抵达新路国小了。其实刚才已经打了一局比赛啊，是由我们三桌对上桃园的女生。桃园的女生今年非常的好，啊，成绩一直不错。只是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所以才用 GoPro 拍。但是我 GoPro 看好像冷到有点。希望他等一下状况可以好一点。会打，你为什么不退？
一边。压回去，拦截来了。还没好球，他还没有传好。压迫的什么东西？太慢了！你在做换边的时候要看拦截，打同一边就好了啦。靠自己偷袭了，这种打不了比赛。不要多那个动作啦。等一下多那个动作换掉。现在已经打了两场了，你们还会冷吗？不会。啊，你会冷吗？我会冷。啊，我会跟各位讲现在的温度是多少啊？看一下，10度，现在10度。啊，现在10度，然后这个家伙穿短裤短袖，你看。我这个有这个，拉筋。可是拉筋脂肪那么多，那不一样啊。对啊。它脂肪很多。一样。可是这种脂肪多的，你啊，脂肪，它脂肪多，脂肪多，脂肪多，所以都不怕冷。再看一次，10度，吓死人。嗯，而且越来越冷。别人敢乱丢，然后就被我换掉，啊。因为无缘无故就丢了一颗不知道什么球。对不对？太冷了。现在10度。对。好。
为什么五个人都在底线？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？为什么你们都不会觉得奇怪？很烫哦，好喝。明明就很大一桶，你根本都没了。我看，还有很多没了。哦，很多呢，还很多哎。那为什么我们抓的都是这么少啊？因为是不是中间前面有那个渣渣卡住？有香肠，他们有香肠啊，香肠，他们有复球，别的，这个复球，是你发现的吗？有没有很巧跟我们的一样？原来就是我们的 啊，我借他们的。跟板桥打的时候，拜托，在理事长这边都被打成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35%，45%，没有，电池剩34%。你该拍吗？好啊。肾虚哦。还没丢得到。不要只是很快乱丢。不要贪给。你又给我换到拦截那边去了吗？队员，他没有看你，不要退太远。对呀，喂。吓死！